新发型，然后我就冠廷，然后其实我是李俊的同学，对，然后今天带来这一首歌，我就怕你们已经在哭了啦，就不要听那么难过的歌，好不好？今天新年大概初十八啊，我们就是一样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我们带来这首歌是瑞恩，他就瑞，马来西亚的歌手，反正这首歌叫讨厌。是那个，就是那个讨厌，好，然后就比较轻快，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开开心心，对。半夜我又失眠，听着 DJ 放的烂音乐，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，无声里。凌晨两点半，决定上网去找一点饭，管他什么的都比和你好谈。几天星期几，乐站还继续的那个，跟你说过爱情是小钱币，我在你那里。夜底火心里这么多的不确定，爱怎么继续？讨厌爱上了你，没否定我存在意义，是时间着你，没是我自己太虚情假意。讨厌爱上了你，要我苦苦压抑委屈，为了在一起装作不在意，这太美。又失眠，听着 DJ 放的烂音乐，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。无声里凌晨两点半，继续上网寻找一点饭。哒哒哒哒哒，都比和你好谈。今天星期几，冷战还继续着，因为。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，我在你那里，眼底或心里这么多的不确定，爱怎么继续？讨厌爱上了你，没否定我存在意义，时时牵着你，每次我自己，这太美不起。讨厌爱上了你，要我苦苦压抑委屈，为了在一起装作不在意，太虚情假意。讨厌爱上了你，没我听我存在意义，时时牵着你，我是我自己，这太美不。讨厌爱上了你，要我苦苦压抑委屈，为了在一起装作不在意，这太美不起。那你可以上 YouTube 或是脸书找一下我们的粉丝专页，你们找看看，因为没有。谢谢大家。OK， 其实我们刚刚那个工作人员进来，这样稍微面向出去就很好笑，他们都没有戴口罩，好我解释一下。好了，不过我们尽量保持那个空气流能够流通。